各位南投乡亲，大家好，我是陈美官，开始我今仔日九月十九号的南投新闻。六个金龙街每年拢会举办春季甲冬季冬顶乌龙茶比赛，只要会当排名头顶，这茶米的介绍对一斤千外块，真有可能就变作300,000块的特顶茶。但是随着名声愈来愈响亮，最近就乌心的茶商用六个龙街名机，伫咧网络上卖龙街比赛茶。有袂少消费者收到商品了后，发现讲包装甲茶米根本就无共款，才知影家己已经被诈骗了。应该都是盗取账那个照片这样子。伫网络上会当看到六个龙花当顶乌龙茶专卖店，拍开一看，比赛茶头顶奖原本5,500块，即卖只要1,300块，互人看了拢心痒痒，想要赶紧落订买来啉。六国的比赛头顶的茶哦，搁真头顶的茶，一斤卖1,000多块吼。其实这个吼是绝对无可能的代志。大部分的民众拢认为一分钱一分货，小摊介绍俗的物件，就真大可能去买到假货。不过台中市有一位陈先生，就是其中一位受害者。实际买来拆开才发现，连包装，然后里面的茶叶的内容物完全跟鹿农会的比赛茶完全都不一样，然后。也想说怎么赶快去找那个退货的机制，但是它上面留的资讯都是假的，所以现在这个款项的部分也没有办法追回。继续六国龙会头顶奖的比赛茶，茶汤内顶起来无花感的感觉，将茶米揭开，才发现茶米唔呐破了了，而且佫有几啊种品种淡做花。网络上明明写着六国龙会当顶乌龙茶，内面煞拢无共款，好消费者是感觉相当离谱佮无奈。这个茶汤，它根本就不是比赛茶，这个消费者收到的，根本就是一般很低档的茶，所以较粗涩，然后淡而无味，内底阁带青，干来一个花味尔。六国乡农会今年春季比赛茶包装，甲消费者实际收到完全无共款，而且放无茶米，顶头写的农场甲地址根本就无一个所在。更加离谱的，网站所留的电话，竟然是直接卡去台湾银行。台湾银行您好，请直播分机号码或按9。我们鹿谷农会没有在 FB 啦，或者是电话行销，这些都不是我们农会行销的管道哈。你可以上网查询鹿谷乡农会的官网，或者是直接打电话到我们农会的门市部，这样子我们就会为你做最可靠的服务。乌心茶商在网络上接触鹿谷农会，并用低级的茶米来仿冒比赛茶。唔然，让农会名声受损，嘛好买着假比赛茶消费者，并当作拍拿来骗钱。记者王祖如采访报道。